此前德国已经宣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，镜头中的这是德军援助给乌克兰的 PZH-2000 自行榴弹炮，这种自行榴弹炮是德军的主力火炮之一，口径是155毫米，射程最大达到30公里。相信乌克兰在得到这样的重型武器之后，防御实力会大增。